Hello， 大家好，中秋节快乐！中秋节，中秋快乐！今天看到那个吗？月亮吗？有。好，就多了。其实哈，对，刚刚有介绍我们的，我叫浩群，对，然后我的左手边这位是艾斯老师。刚刚老布老师为什么这样介绍我们？是因为我们是兄弟，我们是亲兄弟。然后，也是带来一些台语歌，但是，本身就是比较不会讲台语，就台语不练邓哦，所以就是我就拿出我的101首，三首。就是我唱歌的歌单里面只有会这个三首歌，那第一首叫做《三明三日》，来自吴宗宪的。这首歌很像是我的印象中，像是因为那个萧敬腾唱的，所以那你要模仿他吗？在第二趴就模仿他，很久模仿他，很久没有模仿他了，可以模仿看看。光线静静走路，无开门的窗，空空的酒杯，装着妈妈的相思。虽然离开，但是我的心内永远拢是你。光线静静走路，无开门的窗，空空的酒杯，装着满满的相思。想你三年，对头到尾，甲你想一摆。
저도마신긴가슐이사미사리지다지디안좌방패기우리다자의와灵魂지우시水后乱呼吸快要破音快要破音的那个边缘怎么今天的喉咙状况不是没有很好一定是没有喝哦，我先喝一口一下吧。今天一样是没办法啦，因为今天开车只能一茶带酒，所以敬大家中秋节快乐。谢谢。真的有差嘞，没有那个酒精的饮料哦，喉咙现在没办法改。但是还是要克服一下，克服这一点。第二首歌哈，赶快，台语歌，望春风。是因为啊，听到陶喆有翻唱。的声音，刚刚那个后面。
接下来这个很快的到了第三首歌哈，其实这首歌很像也是萧敬腾唱的，然后因为以前那时候年轻的时候，十七八岁的时候，那时候萧敬腾，对，应该是。我来讲好了，这个故事我来讲。那时候我在那个转运站以前是一个音乐餐厅，然后在那边上班，然后我无意间发现我弟弟很会模仿萧敬腾，这样他不止声音模仿，他连造型都模仿，头发爆炸头啦，然后那个穿着都要像萧敬腾这样，穿那个皮衣。对啊，他刚说加厚、那个是后来萧敬腾翻唱，对，他原唱好像是郑钧跟谁去了，忘记了，对，反正忘记了，反正就是他从头到尾都要。萧敬腾做过什么事情，喝个什么饮料，喝过什么饮料，做什么事情，他都要模仿，就是很严重的萧敬腾的什么，以前就说什么消毒啊，中毒，真的中毒很深。我还因为模仿他，模仿到就是忘记自己的声音了，就是只唱歌只能唱萧敬腾那种声音。可是我现在已经找到自己的声音，所以现在我要回来找那个萧敬腾他的以前十几年前的声音，也是蛮难的。哦，你现在还有一个模仿的对象，小雨。小雨啊，但是我们今天没有唱小雨的歌，就是一直在那个九万八十六拐那种 ，get out。
三首就是，怎么安可？好，不然这样好了，我们唱一首，浩群是很小就听我在玩，就是玩音乐这样玩乐团。对对对。我们来唱一首跟中秋有关系的台语歌，自创歌，这首歌叫做《久旱女人》。久旱女人为什么很有关系呢？我是觉得烤肉总是少不了酒跟那个。啊、真的。对，你这样烤起来才会觉得比较有趣。好，我来唱这首，十多年前就听过的一首歌。几多年前？我需要一下你们的双手，可以吗？鼓掌，鼓掌。叫做婷儿，刚刚在驻唱，然后驻唱被我 Q 过来，要再唱三首歌，